点对不起大家，我要向亚逼界谢罪，对不起。Yo, what up? 大家好，我是小烈，今天又跟大家开箱。上一次我讲的亚逼的话题呢，大家都很热烈讨论。其中有一点我不是很高兴，他们说我的打扮不够亚逼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，我一定要赢，我要证明自己。那我们准备了很多箱子 ，OK， 我们一个一个来拆。一打开这个箱子，有一个3块钱的微信红包，还有一个湿纸巾。他是为什么会送一个湿纸巾给我？是怕我出汗吗？非常女性的感觉啊！哇 ，What the heck is this？ 它是有造型的吗？你们看得出来吗？耳钉，链子形状，很酷的回形针一样的耳钉，好夸张的感觉啊！好夸张。这不就把那个铁链锁在身上吗？这个包装很酷啊，全都是黑色，感觉有点黑暗哥特式的风格。皮夹子摸起来手感还不错。哦，原来是那副眼镜，这个眼镜戴起来看看，哇、哦，觉得怎么样？但觉得太暗，你又可以把它打开，哦，这样，哇，打开。哇，你还可以看到嘴巴，所以这是真人快打还是怎么样？够不够压？终于买到了我所需要的袖套，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再次失望。有两个衣服，一个类似于工装的裤子，挺宽松的，而且中间有拉链。因为上次已经展示过扎染这个东西，然后这次呢就展示一件黑暗系的亚逼。你有没有看过伊藤润的这个长短袖搭配？这 Genki 什么？你们要先自行脑补一下穿起来什么感觉。唱 K 的麦啊，但跟这集主题好像不太对。其实亚逼他也有生活的需要，而亚逼也跟我们平常一样，所以我作为一个1分钟入门的亚逼，有唱歌的需要而定一款麦克风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。大家不是很喜欢看那什么嘻哈什么 hip hop 那个节目吗？戴上立马变成 hip hop 巨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戴起来不像是一个 hip hop 巨星，我比较像那个收产哈一叉。这个看起来哦，一片一片东西的。作为一个亚逼，你除了头发有颜色以外，你肯定还会需要有一些纹身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没有时间去纹身，所以呢，为了亲自示范花臂这个东西，我就选了一些纹身贴。这个我立刻贴一张试一下。Oh my goodness, that's so cute. OK, 我们作为一个亚臂，所有的配件已经都齐了。这一次穿起来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说不够亚臂。我给3秒钟，你们三。Yo, 亚臂上身，组合链子，这条还挺紧的。然后这边，耳环。这边也有一个回形针，啊，这个眼镜、墨镜加上一个，哦，就像米奇老鼠，哇，社会人，哇，好少女，好喜欢这个纹身。把它拉开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讲话，不过这感觉有点奇怪，其实是挺亚逼的，真的是挺亚逼。这个帽子，哇 ，Yo, let's groove man， 暂时看起来挺亚逼成功的。但问题来了，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。这个就是问题了，这是什么衣服啊？说好的 oversize， 说好的这个超宽的裤子，跟图片上完全不一样的啊！我就尊重一下消费者吧，你这完全是没有质量。我是说，你应该是纹上去，应该一等那个漫画上去，就等于是亚逼的，不是这样讲的。你看，紧的像不知道什么一样，它只有外形，没有亚逼的灵魂啊！今天其实亚逼是失败。我很生气，真的是，哎，搞了那么久，竟然亚逼失败了，就因为这套衣服。所以说，装逼容易，亚逼难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我深深的感受到，作为一个亚逼的压力。因为我这次亚逼失败，其实按道理来说，我应该是要跟亚逼界谢罪。其实这样看起来还不错了。我是说我的发色，今天对不起大家，我要向亚逼界谢罪，对不起。那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所以我唱歌来结束这期节目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转发出去给一个喜欢亚文化的朋友收看。OK， 我们就这样。
Yo， 送给大家。送给远方，我想也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那管他是真是假，赠你真情摇摆，忘记中意的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右边遇到的我。